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美股收盘节目，我是米少宇超。周四大盘平低走势，终于迎来了回调。隔夜亚洲股市除韩国外均小幅的上涨，欧洲市场则是涨跌互现，英国、法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那么盘前公布的经济数据方面，美国7月16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25.3万人，较前值下降1000人，好于经济学家预期的26.5万人，刷新了4月以来的新低，那么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场愈发的稳健。此外，6月成屋销售量创下近9年半以来的新高，那么年化销量达到了557万个单位，好于预期的548万个单位，那么同比增长了3%。此外，7月的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为-2.9，不及预期的4.8，那么而6月前值为4.7，不过新增订单成分指数转负为正，来到了11.8点，那么货运指数也出现了反弹。虽然经济数据基本令人满意，但是盘前油价突然是大幅的下挫，令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是基本平开，在涨幅震荡后于午盘前是直线下挫，标普500指数一度跌破了2165点，道指跌破了近100点，纳指在生物制药板块的支撑下跌，跌幅是较小。那么午后市场以盘整为主，那么未将跌幅进一步的扩大。再看一下大宗商品方面，油价隔夜走势平稳 ，WTI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在每桶44.50美元上方波动，盘前突然下滑，能跌破了每桶44美元，随后将窄幅收窄。那么金价出现了一个反弹，大盘下跌也是令市场避险情绪有所了回升，那么令金价回到了每盎司1330美元的上方。那么美元指数是小幅的下滑，跌破了97点。再看一下公司方面，航空公司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交易代码 ALK 在今天公布了它本年度的第二季度业绩报告，财报显示公司第二季度的调整后的利润同比大幅上涨了20.5%，那么营收收入同比上涨11.1%，远超相关分析师的预期。相比去年第二季度每股1.79美元，那么总计是2.34亿美元的收入，那么今年第二季度上涨至每股2.10美元，收入总计2.6亿美元。公司净收入从之前的2.30亿美元同比上涨了14.4%至2.63亿美元。公司营业利润达到了14.9亿美元，同比上涨4%。那么公司首席执行官 Brian Tider 对公司这季度的优越的表现表示了赞赏。那么受此影响 ，ALK 今天是上涨3.04%，现报于65.42美元。计算机服务公司 Panorama Media 交易代码 P 今天是拒绝了传媒公司 Liberty Media 的首席执行官 Grant Murphy 爆出的每股15美元的申购价格。那么有消息称 Panorama Media 的资产超过34亿美元。此次申购被拒背后的原因在于 Panorama Media 的股东会认为公司的价值能达到每股20美元。那么 Liberty Media 在最近几个月内的音乐服务方面的表现也一直不如人意，那么此次提出申购也是为了改善公司经营方面的不足。那么受此影响，今天 P 上涨了2.36%，报于12.64美元。生物制药公司 Biogen 交易代码 BIIB 今天的盘前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表现超出此前分析师的预期。那么其中第二季度的营业额为29亿美元，高出预期的27.9亿美元，每股收益5.21美元，远高于出预期的4.67美元。营业额和每股收益相比是去年同期分别上涨26%和13%。Biogen 的营业额增长主要是来自于即硬化症和血友病相关服务在全球的一个良好表现。那么最近新推出的生物仿制药的也在全球大受欢迎。 Biogen 的财务状况优异，每股收益和净利润稳定增长，那么资产债务结构合理，上半年公司加大了广告宣传投入后也是直接带来了销售增长。那么受到第二季度的超出预期的财报影响，今天股价上涨了6.99%，报于280.76美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收盘节目，我们下周再会。